大家好嘛，欢迎来到乐活人生频道啊！在开始之前呢，记住要按个 subscribe 同埋 like 我嘅 channel 啊！大家好嘛 ，Hello 啊，做 Ann 同 Annie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大家好。好啦，咁咧今日咧又同大家见面咯喎，咁记住啦，喺我哋咧节目而家就嚟开始嘅时候咧，你咧将你我哋嘅 live 啦、share 啦，同埋咧系 like 喎 ，share 俾佢你嘅朋友啦。如果佢咧系想了解一下关于而家嘅趋势啦，或者而家有关于事业嘅嘢咧，大家就唔好错过啦，系咪啊？系噶，系噶，大家多啲关注我哋嘅频道啊！冇錯啦，定有好嘢分享俾大家。咁今日咧，大家咧就見到我哋好熱鬧啦。今日咧，我哋有三個人喎、哦。咁咧，我哋事不宜遲啦，我哋咧就進行一下咧今日我哋想要講嘅嘢啦。今日咧，大家都會見到我哋嘅題目咧，就叫做咧係啊恆久不變嘅趨勢啦。咁趨勢，大家咧呢、這個嘅意思，你又點樣理解咧？你可以喺個留言區下邊咧係話俾我哋聽喎。咁我咧點解今日我哋會講呢個題目咧？因為咧在之前呢，我就看了一本书叫做《财富第五波》。《财富第五波》就说呢，其实我们呢是现在这个人类上面，我们呢是有一个历史进程呢， 是按住有一个的趋势的，是有一堆的人会是、在这段时间他们最集中需要什么呢，那个就是个趋势了。那好了，那Joanna，我想问一下你了，你认为现在呢我们的趋势是啲乜嘢咧？嗨，大家好。咁啊，呢个问题真系问得非常好啊。咁啊，其实我觉得如果唔使我讲，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因为依家嘅电子啊，电子化啦，应该系会最大嘅趋势啦。系。仲有就系网络啦、平台啦。有边个唔上网买购买嘅？系咪啊？咁啊。特別是依家係網紅嘅熱點啦，咁仲有就係喺網絡去購買去銷售係最大最大嘅，我覺得係呢個係最大嘅趨勢咯，啱唔啱啊？啱啊，啱啊 ，Annie 你覺得咧係唔係啊？你有冇都係喺網上面購物嘅習慣咧？係有㗎，而家其實離開咗網絡，我諗現代人可能都生存不到啊！我覺得係啊，係啊，特別年輕人啊，年長就冇，我哋唔熟悉就冇辦法。年輕人就一定係喺網上購物㗎啦。係啦、啊，或者已經係盛行一啲虛擬貨幣啦，或者咧係一啲電子電動一啲嘅遊戲啦，係咪啊？咁但係咧，我哋咧知道每一個年代嘅時候，因為咧順應住社會嘅進步、社會改變啦、社會嘅環境啦，咁我哋咧會有一樣嘢顯身出嚟，而且咧變得係好多人都喜歡，就因此而成為趨勢。但係我知道咧有一樣嘢咧，其實無論係咩時代、咩年紀，佢都係一個永恆不變嘅一個好重要嘅趨勢。咁係啲乜嘢咧？阿 Annie， 嗱呢樣嘢咧又點講咧？好多時咧，而家咧人們咧就注重咗係社會而家嘅趨勢，但係因為以我自己人生經歷嚟講咧，我就覺得係其實人嘅健康係人先係最重要嘅趨勢，唔係而家網上去買乜啊、興啊、流行乜啊咁，所有嘅嘢都係以人為本嘅。嗯，你人有生命先至有得講趨勢，冇生命係乜都唔使講噶啦。咁你睇下而家今時今日嘅社會，以前咧我哋就覺得，哎呀，生命係響有危，即、就、係、是、有危及生命嘅嘢咧，係響年紀大咗嘅人先會出現嘅。咁所以以前嘅趨勢就講只係年紀大嘅人先會有出現問題。但係而家個社會整體嘅社會咧，嗰啲人嘅疾病啊、年輕化啊，再加埋今次依兩年呢個黑天鵝事件咧，即係俾我自己嘅體會就話。一個永恆不變的趨勢就是首先我們要關注我們自己的生命先。Mm-hmm. 如果我們不關注自己的生命，有什麼都不關我們事的。沒錯。所以我就覺得現在給我看到就一個不變的趨勢，就是每一個人都應該關注好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健康。沒錯。你擁有了多少才所以屬於你的，如果不是什麼都不關你事。係啊，即係照阿 Annie 頭先所講咧，就係唔知大家咧而家聽緊嘅朋友啦，你認唔認同咧？因為其實咧係好啱噶，因為咧其實
我哋可以而家眼見到嘅一個趨勢咧，可能係一個令到我哋生活係點樣樣係方便啦嘅時候，譬如而家電子啦，令到我哋生活方便啦，於是人哋喜歡啦，喜歡跟住之後不斷咁使用啦，就成為趨勢。但係我哋再諗深一層嘅時候，其實一個永恆嘅趨勢咧，就係我哋嘅身體健康啦，係嘛？無論你係一個嬰兒期嘅時候需要營養啦。兒童期、青年期、老年期，這些全部都是我們需要，如果這個人沒有了健康的話，其實什麼都不是東西啦。所以呢，我們今天呢主要就想告訴你們，縱然在一個這麼變幻莫測的一個社會裡面都好，我們呢都會有一件事是不變的，就是我們的健康。那為什麼我們會這麼有會 bring out 了這個題目出來呢？因為呢今天呢臨走之前呢，就有一件事呢就想大家呢先思考先，那我們下個星期呢就會再繼續講，就是究竟你現在呢做的工作啦，你現在做的或者是一個企業家，你是選擇做創業的，那究竟你想每人都想要成功是吧？每人都想享有時間財政自由，那不知道你現在做的事是不是能夠令到你享受到一個真正的財政時間的自由呢？那你又想不想知道更多怎樣是做到呢？咁如果係嘅話咧，就記住唔好錯過咧，我哋下星期嘅 live 就話俾你聽，究竟點解我哋就可以喺度話俾你聽，其實係有方法噶啦。得 ，OK。好啦，咁我哋咧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咁睇下下個星期咧，我哋再邀唔邀請到咧做 Anne 上嚟同我哋咧一齊去分享啊。好，咁要記住啦，我哋咧嘅生命咧只能夠活一次啊嚇。如果你咧都好想喺呢一個生命呢一個生命裏邊咧活得精彩嘅話咧，其實你可以有好多嘅選擇嘅。咁亦都事不宜遲，將呢個 live 咧分享俾大家啦，分享俾你嘅朋友啦，亦都可以 follow 追蹤我哋啦。咁而咧，亦都啊，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嘅話咧，亦都係不妨可以咧係私信我哋啦，都係有好多方法噶。好，我哋下星期再見啦，拜拜。拜拜拜。喺你臨走之前，記住將呢個咁有意義嘅內容 share 去俾你嘅朋友 ，subscribe 個 channel，like 個 channel， 同埋撳埋個小鈴鐺，咁最新嘅影片上載嘅時候，你就係第一個時間知道啦。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